有我第一部电影合作的上阵，还有我目前最后一部电影合作的歌阵头，我很希望我可以颁给他们几部歌。我真的觉得你都入围金马奖，就是已经对，因为每一年都有这么多的东西，让你入围到金马，真的很荣幸。我觉得我相信这五位都是很棒的，对，对，前凸后翘，然后是。大概就是尽量可以让他漏到半个球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对，就是一种些许的性感，但是他又不会是很 low 的那一种，是有质感的，对。对，你说这个吗？对呀、啊，他好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刚刚我已经看到我儿子了。我儿子看到他也很惊喜，对，但不是惊吓的感觉，是惊喜。可是等一下，我不是这一套衣服哦，颁奖的时候不是，对，红毯是这一套，但是等一下颁奖是另外一套。对对对，一定要的，两种不一样的风格，然后来颁奖或来走红毯这样子。哎呀，每一个人都很优秀哎，这个，我没有办法就让评审来决定，对，所以这么优秀的演员可以入围都是最棒的，然后我们只有祝福，对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你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个大楼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拿下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。哎，他有。